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欧拉。好，这次来玩鱼女了，终于轮到鱼女了。因为抽到浮游，就来看看好了。这个皮肤呢，就是蛮普通的一个皮肤啦。但是毕竟是鱼女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鱼女，我就跟你说，十场有十一场是鱼女，原因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容易出现了。我现在也是出现鱼女，对不对？所以别人应该也认为说，你看又是鱼女，对我就是其中之一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介绍一下我放的阵容，就是一个 Tuck 奖。然后敌方阵容就是勘探员、佣兵、前锋、勘探员、先知、医生、空军、前锋。好，就两个前锋，两个勘探员。好，这是谁啊？佣兵欸，我们的小尿布。好，穿过去了，用了护肘。我是鱼女，所以我应该追很快吧？那边有个足迹。好，他讲干得不错，文化一族可是在讽刺我。对，我对干得不错这种说法呢，非常之讨厌。对。是真的干得不错，还是假的干得不错？这是很难讲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们的佣兵，哎、欸，是空军哎、欸，怎么会是你？给你一刀，我戳，好，戳到了，哎、欸，不开枪，等到第二下你应该就会怕了，就会开枪了吧？好，不过有前锋在牵制有点麻烦，好，绕一下，绕一下，有吗？80 93，可恶的93，水源差一点点。好，再制造一点水源。哦，他还用了飞轮，是不是？好，开枪了，想要把水源消掉，对不对？趁机抓点时间差。但是你有办法抓到时间差吗？91，差一点点。98 100，耶，中了，你自找的。接着可以飞了，哎、欸，这算是飞吗？这算冲刺吧？对，好，算了，反正他也是漂浮状态，也算是飞了啦。好，倒地，耶！不过前锋在旁边，糟糕，糟了个高。现在先来制造一下范围，哎、欸，这里够远吧？野心太大，野心太大，现实太渺小。好，再绕一下，这个范围够大了吧？收回来，好。哎、欸，范围没有很大、欸，没有干涉到他们那些区，这很麻烦哎、欸。这边，然后再绕一下这边。哎、欸，我在干嘛啊？好像一个国小没毕业乱画地图的一个小朋友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、呀，没撞到我，还好，吓到。好啦，哎、欸，谁吸我？这么多人保一个空军呢、欸？天哪，人缘也太好了吧！啊，不过这么多人保他，就意味着破译的人就少了，三个人在保他。我收一下叉子，35%。哎、欸，闭环现在只剩35%了吗？不是50%吗？是有改掉是不是？变35%很少哎、欸，有削弱了吗？有削弱，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这样鱼女？是因为还是很强势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来先来针对勘探员好了。空军好像跑掉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啊，这样子乱追乱打的，你觉得会赢吗？我觉得还是不会输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不知道，我觉得鱼女真的是蛮强的，而且我们泰克奖也蛮厉害的。你看那么多人受伤，哎、欸，其实受伤很多都是我造成的吧？好吧，人数中我请求结束，是不是？等我去协助。好，收一下，距离有点远。看他应该是蛮克鱼女的吧，因为靠近就磁铁弹一下，靠近就水弹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有效拉开距离的。所以我觉得看探员应该还蛮克鱼女的。好，戳到吗？戳不到，有点生气耶，怎么办？有点愤怒耶，怎么办？好 ，OK， 我们再绕一下。野心太大，画个大地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几趴了？小心哦，76%，好像也还好。你看，靠近就弹，是不是？不过没得弹了啦，也没会到，没得弹了吧？可以倒了啦，那么久了，好吧。这个鱼女其实不得不说，玩的没有到很好，对我玩的没有到很好。这个水源的部分要再练习一下，嗯，每次都说再练习一下，然后都一个月后了。
好，可以来来来，这是谁？又是一个勘探员。好，我来 cover 一下好了。我戳，戳到前锋。为什么医生往那边跑啊？会被我堵到？哎，我还被压板呢。开始有点生气喽，我开始有点生气气喽。好，拜拜。没回到哎。OK， 总算是回到了。然后勘探员被救，医生现在是第二次，前锋第一次被抓。好，目前都没有人飞掉，破译机剩四台。好，医生飞掉，可以了。我现在是没有时间去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想买东西耶。好，来买个东西好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可以先打个招呼吗？不要这样突然出现，好不好？好，破击中最后三台，我们有希望会赢吗？我觉得这一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，因为对，感觉好像不知道在绕哪里，在绕几点的，一直在四处漫无目的的绕这边装忙，但实际上好像没忙到什么。好 ，OK， 回防一下前锋好了，应该有人会救吧？没有，有没有人会救？是不是有人要去救了？他是谁啊？佣兵欸，滑了一下欸，我打到，我打到，我打到啦！再戳，直接戳倒一个。好，前锋，我再戳，欸，戳到两个嘞。哇哦，这一波操作逆转了，可以这样讲。这一波好，这次是真的讲干得不错了吧？不是讽刺那一种吧？好，现在是破译机剩两台，前锋好像在倒数了，然后又必须要等一下了。对，看他会不会被救掉。我现在追击这个佣兵，他快倒了。用户走也没用啊。好，倒了。Perfect， 前锋也飞掉了。哎，谁撞我？另一个前锋。晕很久，晕很久，需要晕这么久吗？好，一次中了两个。哎，鱼女应该是不容易晕船的那种类型吧？鱼女本身就在大海里面，她应该不至于会晕这么久才对啊。她的平衡感应该是很好的。哎，不是，不是这样讲。通常平衡感越好的人越容易晕船。对，所以各位，如果你常晕船晕车的话呢，就是代表你平衡感真的太好了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呢抓到了佣兵第二，哎，第一次而已哦。好，让他时间速度快。有时候刚刚卡了一下，吓到我，刚卡了一下哎。哦，等一下，应该是买个助燃好了啦。好，其他没得买了。然后空军也被抓了，空军应该是第二次了吧？还是第一次？第二次？第一次。好，又是谁啊？勘探员。Come on， 又是护轴，这又是谁啊？我来制造一下领域好了，从这里，然后绕到这里。我在玩到玩错玩错玩错了，好戳到了，然后被撞了，然后又被开枪了，很生气哦，想救是不是？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好，哦，又是速冻瓶，戳到了，速冻瓶拯救掉一切。速冻瓶万岁！好，前锋来撞了。这个他讲是速冻瓶的高手吧？速冻瓶爱用者，不过他已经用完，他两瓶都用掉了。好，拜拜拜拜！哎，没抽到。哎哎，不错哎，好，两下了。空军跟佣兵都倒地了，交给他可讲来收拾了。我要来解决他。又弹我，好 ，OK， 居然空军跟佣兵都没有大心脏，有点扯，好，可以了啦，还弹，莫名其妙，好，空军飞掉了，然后勘探员也是要上椅子，佣兵上椅子第二次而已啊，不知道会不会救掉，勘探员也是第二次。他俩都飞掉的话，我们就赢了、欸。
虽然几经波折，但是还是会赢，应该是吧？用兵飞，看到远飞，耶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可以轻松了。这一切都归功于速冻瓶吧？我想，嗯，速冻瓶真的很好用，改天可以这样来玩看看，对。但是自己也会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角度就很重要。好，我们来买个东西。这时候真的是可以极致装满了。好，速冻瓶，黑色污泥洗脚水买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极致装满了，装满，顺便找人。最后一个前锋，看他跟先知都走掉了，在这里。哦，地窖开了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在，这里有耳鸣呢。莫非是要我来收尾，剪尾刀吗？真的是这样子。假动作，我就知道你假动作。好 ，OK， 搞定了 ，Ending，Happy Ending， 速冻瓶万岁，各位再见。